my god, I don't know how she's doing it. It's very hard to dance in such a trousers. They're perfect. I mean, the shape of body is nice, so it's for the dancers is nice, really. We like it. 他们的服装、道具和化妆都是很好的融为一体，然后能很好的体现每个角色的特点，尤其是那个小美人鱼能很好的表现她的心理状态，在海下的时候是非常自信和舒展的，跟男主角跳的时候就感觉看到了爱情的样子，但是她上岸之后就是有她不适应啊，然后有她的一些痛苦，以及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，就通过造型都可以看出来。公主她就每次出来都非常的华丽动人，然后看到她就好像看到了生命的美好。诗人他作为一个第三人的视角来出现，这个是比较少见和独特的，就好像一个就是高出来的一个视角，就从一个另眼的角度去看待整个爱情的发生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因缘际遇，有美好也有一些遗憾，可能没有对错。